上课喽！哎呦呼！哎呀，重来！上课了！看你们一点诚意都没有，还要等两秒，不错，还不可以了。大家好，我是村长，今天大家都还好吗？哦，等一下我移一下哈，我怕这个被这个灯晒黑。OK， 今天是礼拜六，大家感情上今天的心情都还不错，有没有人心情不好？有没有？我看 ，OK， 好，要不然我就不辅导了哈。好，我们今天呢，礼拜六田花村安排了非常好的一个在地乐团，叫发热带，是一群很有热血的年轻人，对这个母语传统歌谣啊，非常的喜爱。什么叫做发热带呢？其实是阿美族的那个，阿美族的那个很热的意思哦。实际上发音叫发热带，来，大家一起讲一次。漂亮，虽然不正确哈，也意识到就好了。那村长宣布几件事情，需要大家配合。待会演出当中呢，在位置上不能够抽烟，哈。如果你要抽烟的话，就到那边去，后面那边一个火炉，那边会冒烟哈。那边已经做一位朋友哈，教大家怎么抽烟，好，示范点火都在那边。你在那边一直抽五根十根没有关系，好，那边是。让你那个什么增加体力的哈，那你现场的朋友也有带很也有带外食，你待会吃完的时候呢，就把它分类好丢到那个垃圾桶，也在旁边，啊，厕所就在也是在吸烟区那边，啊，先女生再男生，这样了解了吗？我们的场地好，厕所非常重要啊，不要为难你的社福线啊。那手上有盖章啊，大家都可以随时啊进出那个入口。那今天呢，饮料啊吧台都在那边啊，消除体力、恢复疲劳的啊，那边非常好的饮料，全台中是全台湾最好的调酒都在那里。哎，朋友啊，点杯饮料就可以进来。哎，挥挥手，哎，新年快乐。OK，I love you。OK， 可以。那这一间呢，是我们今天歌手的休息室。你非工作表演人员不要超过这里，你也可以坐到上面那个舞台那边。我们现场有很多我们自己村民的狗，还有一些我们领养的那个流浪狗也在田花村。他如果你有吃东西的朋友，他到你旁边哦，不要喂他好不好？不要喂他，如果要喂他的话，你就喂你的100块给他。好 ，OK， 他还会告诉你。狗年已经过了已经是今年是什么年？猪年的话，换那个穿高跟鞋的哈猪年，这样了解吗 ？OK， 好。那你可以拍照，但是不要用闪光灯，可以吗 ？OK， 漂亮，大家的回应越来越好了，可以吗？好的，这样，人家看表演就是要这样子啊 ，OK。那发热带呢，是我们台东县政府文化处他扶持的一个团队他们今天来到田花村也是要核销的啦。没有哈 ，OK， 好 ，OK， 好 ，OK， 好，没问题不急啊，明年再领哈。好，今天市集很多，也欢迎各位到外面逛一逛。我们田花村也有我们的文创商品，我们那边呢有个我们。田花村历年来的那个文创 T 恤，我们也推出了一个帽 T， 也欢迎大家去看一看，好喜欢就把它卖带回去。好，最后呢，我仅代表台湾好基金会及田花村及所有工作人员，祝大家今天晚上睡觉风调雨顺大家都准备好了吗 ？OK， 可以哈。有没有人还没有准备的 ？OK， 好。那我再继续讲20分钟好了。OK， 发热带准备好了吗 ？OK， 那我们现在就掌声欢迎发热带。
是阿美族复音青春歌队，耶！掌声谢谢他们。然后我这边的太阳可能比较大一点，我这里也有一点，我这是有九个太阳啊，一二三四五，所以流汗比较多。然后今天真的很开心，然后又来到铁花村这边来演出。那其实，在台东来讲，要成为一个就是所谓的杰出团队。除了要努力之外，还要非常的努力，才有机会这样子。然后真的非常感谢文化处，谢谢县政府。然后当然呢，我们新上任的我们的我都称她姐姐啦，我们的这个饶县长哈，也在现场。我们是不是请饶县长来到我们台上，跟我们一起唱一首歌好不好？耶、yeah! yeah! ！庆龄姐姐，可以叫她庆龄姐姐吗？耶、yeah. 哦！是，没有啦，在这边，这里，最美丽的位置，我站着就好了。我拿酒杯，好，请干杯。拿酒杯起来就站在那边，负责拍手。好，那我们突然要唱歌的话是太紧张，所以我们一起跳舞好不好？好啊，对，好。那我们呢，再次借用各位的双手哈，因为呢，我们要用歌声来祝福各位现场。刚刚我们呢用歌声祝福现场的朋友，那我们也要用歌声呢来祝福我们的县长，然后呢一起带领我们的台东，然后呢一起带领我们的年轻人也好，我们的观光也好，然后我们一起呢走向一个更新更棒的台东。所以呢，现在我们一起来唱我们的长歌。第三首。哎呦啊，哎呦，哎呦啊，哎呦，啊，哎
次我们可以一起唱啊，你就不只是對對對不只是跳舞。好，我会把那个就是我们的音档寄到县长信箱。信箱几号？不知道，还是可以 Google 吧。还是你要 Line？ 我有，哦啊、真假的？你说庆玲姐姐本人的？有那个啊，对。哦，那個、好好，那我等下去公众号是不是？是的。哦，好。好，那我们今天为什么会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编制组合吗？组合，对对对。那其实我们在台东有就像。就是我们有很多的很美丽的文化、嗯、那其实身为乐团我们除了创作之外那我们也很努力的在传承自己的文化然后这几年然后有就是大家看到的台上的这些一起唱歌的伙伴们只是大概二分之一而已、嗯、对因为舞台的关系所以呢我们邀请了大概一半的这个伙伴那还有坐在前面，其实还有很多是坐在跟大家坐在旁边的，所以你们有听到他唱歌的话，不要意外哦。那都是我们的一起这个练习的伙伴。那好像要讲很久呢哈，没关系啦，我们还是先再唱一首歌好了，因为刚好像大家听得如痴如醉。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请我们的阿美族青春歌队呢，跟我们发热带。一起，因为我们一起学歌，然后一起成长，一起进步，所以呢，我们现在要带来下面这一首歌，想带来什么好呢？哦，好，带来一首《放牛歌》。好哎、欸。歌太多还不知道怎么唱啊，还在哎怎么唱？常有的事啦，常有的事。唱了二十多首啊。对呀、啊。对。喂呀，哎呀，哎呀，哎呀，喂吼吼，哦耶，啊。再次先谢谢我们的
阿美族福音青春歌队。谢谢。我们先待会见。先净空一下舞台，不然你们在台上很热。对啊。谁叫我们叫发热带？看一下下面哪里要填空的。那他们待会还会回来哈。嗯。因为毕竟今天是发热带的主场嘛，所以还是要对呀、啊，然后还是要清空一下，拍一下我们嘛。然后有机会的话，大家可以继续关注铁花村，都一直会有安排非常多台东在地的音乐，嗯，还有很多精彩的表演都在铁花村。嗯，那像我们上课是，像我们刚刚在学这些传统歌谣，那教我们的老师其实都是七八十岁的国宝级的老师们，然后我们就在后面这个屋子里面来学习来练习。那其实大家都上班的上班啊，还是什么，可是就是休息时间大家就聚在一起。那另外呢，发热带的部分就是在进行所谓的创作，还有当然也在传承歌谣，然后也用一些比较就是用一些乐器来做点缀，然后也不希望说把怎么讲因为乐器就把原本的风味盖掉了这样子，所以我们还在努力当中，所以是扶植团队嘛。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先带来一首大家听得懂的国语歌曲好了，中文歌曲好不好？先让大家回来一下中文的世界。对啊，對，还是说你们刚刚都就是听呆了，想要喝一口水吗？他们没有呆，叫陶醉。哦，陶醉，陶醉，陶醉。有饮料吗？好，那我们先喝一口，因为我蛮想喝的，想润喉一下。对，刚刚现场要喝的时候，你是不是很？我刚刚。没关系，可以喝。你给他喝一口，他会拿一瓶。我是不好意思，因为我有那个唇印在这边、嗯，对，不好意思给那个姐姐喝。可以叫姐姐吗？这很不要脸呢。我说我本人来，大家有饮料吗？ Yeah, 我们一起来，对，祝大家新年快乐，还有就是今天的这个美好的夜晚的一开始，好不好？哎，外面的朋友，没事，你们忙你们的，我们是面在一起啊。好，那接下来呢，因为刚说要唱一个就是大家比较就可能比较熟悉的歌啦。对，因为刚刚现场有讲说，如果现场在座也要尾牙还是什么的，可以找我们的，可以唱，所以我们先唱一首。刚刚有说吗？有哦，真的吗？好，我都听到关键字了、哦、真的、哦、对，眼睛都发亮。哎，对对对，谢对对，尾牙又现在那个期间、就是、因为昨天才唱完一场。对，可以找我们去这样子。好，那现在我们先来唱一首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经典的中文歌曲，叫做可爱的玫瑰花。一起打拍子吧。
不想拍手了，你们就可以起来扭动你们的屁股。中文歌曲呢是用给大家开嗓的，因为待会还有很多部分你们需要跟着我一起唱。哦，真的吗？不是这样子吗？答对了。好，我刚刚就没有故意先提醒你们啊，就是看你们有没有那个诚意啦，来听歌还要有诚意的这样子。好，那我们发热带呢，其实有很多很好听的歌。自己讲会不会？自己讲会不会有点太害羞？先让大家进入到那个接下来都很好听的状态。对对对对对对。我刚看到上面，我吓一跳，你怎么有那个绿色的？绿色的。那边也太恐怖了吧？可以换绿色吗？不是，绿色没关系，不要站在那边嘛。我想说，拍照如果想要有特色一点的照片，田花村自己找地方。我想说，农历年都还没到，怎么就已经超前了他？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为大家带来我们发热带的创作的歌曲。对。好，那这首歌呢是我自己，因为我不是作曲本人的。对，我不是那个就是做这首歌的本人，可是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我就觉得哦，你知道，我相信就是台下一定大家会有那种，就是因为都是我们创作歌嘛，你们不一定听得懂，不是不一定有听过。为什么？我今天头脑怎么了？然后反正就是你们就当新歌听嘛，对不对？然后等一下你们听完的时候，我再跟你们说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反应是什么，好不好？这首歌叫《忘了背》。
看不见蓝色的天，太阳也比不见面，耶，我不想再看见你哭泣的脸，默默不语的走远，一个夜夜夜夜夜假装很危险，很危险，一杯酒好像很陶醉，头发梳得像个刺猬，想增加你男人味。我喝了一整夜，怎么都喝不醉，回家的路我却忘了背。这首歌叫《忘了背》，然后我是不知道那个歌名的意思是什么啦，等一下可以请那个习武解释一下。然后反正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就觉得哦，怎么下雨天也可以这么开心？对对对，因为 我自己我很喜欢太阳，我不喜欢下雨这样子。哎呦，第一次听到这么开心的下雨天的歌，哎，你要说一下这首歌的那个吗？故事。等一下说下去就哦，真的假的？我们会没有时间。怎么这么哎、欸？欢乐的时光真的过得很快、欸，天哪、啊！对，有机会的话啦，我们到最后的时候再 一首一首解释。我们就一次讲完这样子。你们现在就先做笔记，就是什么歌？如果你想知道的话。好，那接下来，好，接下来呢，也是一首我们的创作歌。然后这首歌叫做《梦醒》，然后《梦醒》呢也是有一段故事，习武的故事，没有，因为他写的歌啊，对不对？哦，我跟那个一个同学写的歌，然后对、嗯，然后他的妹妹刚好也在这里工作，她叫拉瓦，对，还是请拉瓦来。对，还是请老外来唱。对，人家在工作。老外是这边的驻村女神啊，就是她现在要镇守大家，所以她没办法上台。因为她如果突然跳上来的话，就我还是会让她唱这样子。好，那现在就跟大家来分享这一首叫做《梦醒》。早醒来，发觉身边没有你，试着寻找着你的气息，阳光洒进我的房间里，慢慢的你却已经
早醒来发觉身边没有你，试着寻找着你的气息，阳光洒进我的房间里，想着你到底在哪里，为什么留着我默默哭泣，想着你的消息，原来是在欺骗我自己，静静的等待阳光出现的奇迹，下一场大雨让我梦醒，找寻你的消息，想着你寻你的消息，原来是在欺骗我自己，静静的等待阳光出现的奇迹，下一场大雨让我梦醒，下一场大雨让我梦醒。谢谢这首梦醒。哎，大家刚刚有听到女神降临的声音吗？我刚自己有吓到。我就说吧，就是人在做天在看，举头三尺有女神。他会帮忙喝浴。干嘛？怎么了啦？你去大陆回来去三个月而已，怎么就变降了？不是。他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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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动了一点，会不会比较有部落的感觉？对，我怎么今天有一点那个，是不是？哎，大家我们也可以一起来喝啊！顺便叫一下大家，那个我们卑南族，我身上穿的这个服装是卑南族的服装，那卑南族的那个。一起喝，大家一起喝呢，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开心的邀请的一个动作，所以我们会跟着节奏一起来。对，这个那个词叫做 demgrada， 你们可以先练一下 demgrada， demgrada， 再慢一点好了， demgrada， 再分析一点。等等，然后那个是 M 结尾，等等格拉达，嗯，这样，等格拉，等格拉达，哎，对，这个正好正好不配呢，算了啦，我们喝酒就喝酒啊，等格拉达，你先干杯啊，好，那大家学到一句那个。阿美族啊，不是卑南族，哎、欸，是谁哦？卑南族是谁哦？因为现在教很多阿美族哦，对对对对，那个卑南族的一起喝，叫做干杯的是，噔格拉达，噔格拉达，噔格拉达，嘿嘿，哎、没有那个嘿嘿是没有，喝喝，等一下，就是大家一起喝喝喝那种感觉，对对对，那造起哄的时候，是我刚刚那个起。你刚刚节奏起的不好，所以不是我的错啊！你才要干杯吧？六七八，噔格拉达，噔格拉达，噔格拉达。喝水，喝水要干杯吗？喝水，没有了，就一口就好了。好，老花一点嘛，眼睛又不是很好。老花是不是？老花吗？有点老花是不是？好好好。
那我们就来唱，这个，因为你知道我们的歌大概有300多首，然后每一次要演出的时候，想要决定要唱什么歌，其实是很难的一件事情。是的，那我们就来唱一首我们的《卑南主语》的这个创作歌好了。好，好。可是我们会需要和音小天使。对耶，和音天使可以上台。你知道吗？我们现在越来越那个。怎么样？越厉害，还有和音小天使。是啊。有吗？这是一个新的进展吗？对啊，新的进展啊！你看，我平常都只有。可是我们刚听你唱，你一个人就已经够好听了。那是自然啊。怎么回答？这我要怎么回答？这很好啊。那你讲，你再讲一次嘛。我刚忘记我问什么了。好了，算了啦，因为再讲下去，我会自己会那个不好意思了哈。那现在我要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首歌是卑南主语创作。然后怎么说呢？这故事呢，就是在讲像现在大家在一起的这种状态。所以当然。也有中文版，但是因为有主语版，我们之后觉得主语版哇好听哦，真的，然后就从此没有再唱中文版了。然后这个歌曲呢，就是在讲一个很美丽的晚上，然后旁边呢坐着你很喜欢的人，很喜欢的人，对，或者是爱着你的人，对，或者是跟他在一起很舒服的那个人。所以现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建议大家跟找你就是舒服的人。现在开始随便找，对对对，只有这首歌而已哦，把握住时间，快点快点快点，去看旁边有没有什么人让你觉得很舒服的，真的有人换呢，真的，这样也太多不舒服，对啊，就是跟你旁边的人可以牵着手一起听这一首浪漫的卑南主语歌曲，歌名叫做《Angner》，Angner，Angner。没有要教学啊，我是问你歌名。我以为你们想要听清楚啊。这Angner就是我的心，我的心的意思。对，那个心就是心思，不是心脏那个心，心思Angner。
大家，直到我开始讲话的时候，就是你们任务的时间了。刚刚有听到我们和音天使在旁边唱那个很好听的那个答唱的部分，对不对？那待会呢，我要邀请现场所有的朋友当我们的答唱小天使，当那个我们先唱习武，待会会先唱一段，然后你们就跟着那个后面的答唱好吗？来听哦。真的也给你们自己一个掌声，好好听哦，我都要哭了。大合唱的感觉。对啊。录音的时候你们会到吗？录专辑的时候。我们录专辑的时候你们要来哦。待会就是，你们如果就说有空的话，等下过来这边跟我们登记一下，然后我们不一定会通知你，因为我们不一定会录专辑啊。好，那我们先谢谢我们这个阶段的和音小天使，谢谢，谢谢德刚，漂亮就漂亮，维力比尼，比尼维力，比尼维力，他们是两个人，哦，他们是，对，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带来的歌曲是什么歌曲呢？接下来带一首那个中文歌吗？可以哈。让大家一起唱的那种啊，刚刚哎、欸，你们好忙哦，哎、欸，你知道当就来听 Friday 表演，就是你们没有想到你们也要唱歌吧，对不对？
这是一个那个新那个新的经验吗？而且你们唱的都是我们第一次教的歌，你们第一次听的歌啦，对不对？好，那就这一首，因为我刚刚是想不起来要唱什么歌。现在要为大家带来这首歌曲，它的歌名叫做《因为爱》。因为常常呢，我们在写这首歌的心情就是，常常会有很多那个，每天醒来呢都会有很多想要面对、不想要面对的事情。但是怎么办呢？日子还是要过啊，所以呢，就唱首歌吧。而且呢，不能因为这些事情然后影响到你自己，所以呢，我们就是要这个。好好的爱自己，好不好？大家有没有信心？有，你说爱自己这方面，对对对，爱自己。好，我以为又要让他们唱，我想说，我都没有信心了。对，是搞得大家都很紧张呀。没有，他们搞不好觉得说方乐队的歌曲就朗朗上口啊。我想你问他们是他们有没有信心可以唱这样子？没有了，好好爱自己。哦，好好爱自己啊，可以，然后好好爱自己，有信心吗？好，很好，很好。好的，那就送给大家这一首。因为爱，怎么会怎么会必须面对？一早醒来就面对那么多虚伪，我承认承认承认事与愿违。只要我想要的就不会实现，脑袋放空，出去走走，轻松。有话想说就大声地说出口，早醒来就面对那么多虚伪，我承认承认承认事与愿违，只要我想要的就不会实现，脑袋放空，出去走走，轻松，有话想说就大声地说出口。洒脱不是一种借口，因为爱想要有人爱就必须更加爱自己，洒脱不是一种借口。必须面对，一早醒来就面对那么多虚伪，我承认承认承认事与愿违，只要我想要的就不会实现，脑袋放空，出去走走，轻松，有话想说就大声地说出自己，洒脱不是一种借口，因为爱想要有人爱就必须更加爱自己，洒脱不是一种借口。Yeah.
好，那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莅临。时间不早了，所以呢，我们要先进行一个，先进行一件事情，叫做中场休息。大家呢，让大家可以就是先享受一下那个，就是可能要补饮料的啦，还是要那个上厕所的啊，还是就是你刚刚就是身边的人不够舒服的。赶快趁现在换位置，对，赶快趁现在换位置啊！刚刚还有说什么报平安？报平安的啊，什么的都赶快来发手机，去那个毕业旅行了，老师发手机这样子。好啦，我们先进行一个小小的中场休息一下，然后大家可以就是随便做一下自己的事情。待会，然后待会，我等一下会点名哦，谁坐在哪里，我都知道哦，是不是？那个叫什么名字？张秀清。好，张惠妹，张惠春，还有吗？阿令，阿令，好了，大家先休息一下，我们待会继续回来带给大家好听的歌曲，谢谢。下课休息十分钟哦，上课喽。那欢迎大家再次的回到座位上，我们的下半场即将开始，我们一起掌声欢迎发乐带。嗨，各位朋友们，我们又见面了。哎，我来点名，刚刚坐在那边的张叔，不是你，你慢一点。好好好，还有人还没，还有在洗手间的，他现在两难，卡在那边。没关系，那我就当好一点的那个纠察队。就是等待五分钟过后，哦，缓冲一下，缓冲一下，啊，对对对，不要让他那么紧张啦，是不是？那个就是还解到一半，然后就收回来。哎，这一区的那个，所以我刚刚就是在说啊，对，这区同学，他们去买饮料了。哦，好好，对，然后那边还有人啊，那没关系，那我们先来唱歌好了。好好好，对啊，唱他们会唱的，对，唱他们会唱的，哎，他们赶快回来，赶快回来，这样子，好。那我们是不是还没有跟他介绍我们本人是谁啊？好，oh, ，你是說我们需要吗？我蛮需要的啦，那個，因为我比较知名度比较小啊，名气比较小，所以我需要介绍一下自己。我们先让大家开心，大家才会对我们有印象。好 ，OK OK， 那我来唱一首大家都会唱的歌曲。那这首歌呢是来自亚洲天后张惠妹的一首歌，叫做《姐妹》。哦，这是真的吗？姐妹还是姐妹亲爱哥？姐妹，先姐妹，先姐妹好了。那你有什么要先跟大家？没有，就是我现在唱这首歌，就是让你们外面的人还没有回到座位的，一直很记得，有没有？好，这首《姐妹》，如果大家会唱的话，可以跟着我一起唱，大声的。好吗？那个舞台上面的，好，有很多，好，因为这边看不太到大家，哇哦，对对对对对对，有，谢谢老师，谢谢谢谢谢谢，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会晒黑啦，老师，已经不白了，对呀，这晒伤了都已经起泡了，起泡，很危险呢，哎呀，好，那接下来就为大家带来这一首《姐妹》。那既然我们就将错就错了，好不好？你就已经弹了，是不是？难怪你刚问我。好，待会这首歌呢，一样是来自阿妹的歌曲，叫做《牵手》。那相信大家都有听过。待会我唱到牵手，牵手，要麻烦你们帮我拍一首，好不好？好的，没有问题。那我们就练到会为止，备起。牵手，牵手，牵手，牵手。
差不多了，80%。好，那我们现在接下来为大家带来这首《姐妹》。好。姐妹，姐妹，还是，烦死了！不要玩他们。你刚进去有喝什么东西吗？怎么怪怪的？你刚喝什么都给我来一点、啊。我刚就是因为没有喝才这样子，好不好？ Oh, 你这一杯都放在这里啊？对啊。啊，那我们现在到底要怎么样？我们现在唱一首那个《爱你一万年》。在闹，你要，好好，那就姐妹好不好？好了，还是你们很想拍手哈，牵手啦。在挖洞，你们唱，你们唱，麦克风给他们。于是暗暗的天空开始灯光闪烁，世界变得有一点无厘头。我的心情像土拨鼠在挖洞，想找到出口，找到出口。的心情哦，我哪里复杂？因为我不够高，对不对？对，因为他刚刚从就是不要讲那种话，他去一个地方比赛三个月，回来之后呢，他这首歌从这个 key， 然后可以唱到这边，想不想听？哦，有这么高哦？对啊，有这么高哦？真的？哎，我自己不知道哎，难怪我刚刚就觉得有点唱的哦。牵手，牵手，奇怪的飞过，手说牵手，牵手。
我的热情千年无休。会，那刚刚有比较好一点了，我就是、啊、就是可能还今天还可以再高一点，没关系，再高你看，听众有讲了、就是，听众有要求。但是他们这次要把帮你把这杯装满、欸、装满吧，再高讲话的那个给他，给他，给他，再高，来给他，来去帮我装满，来来去帮我装满。他就说：“哦，你这一杯宝丽达嘛。啊”装错，红茶。哦，它是红茶。Okay, 我相信。对啊，欸、我以为是洛神花呢。哎、欸，对对对对，洛神花茶、嗯、差不多。啊、我们要哎、欸、留个那个好相处吧，不要这样子。好我们不是应该同一阵线吗？哦对不起，是吗？一样啊。好，好。现在呢，唱什么歌？好，那刚刚呢，我们上半场唱了很多我们自己的创作，那、有中文歌，也有那个主语的创作，卑南主语的创作。那现在呢，我来带来一首。那个，对，就那一首阿美族语的创作，因为你一直看，我想说你有没有想唱别的这样子？没有没有没有，那个阿美族语创作后面，后面待会就是连接那个和音小天使之后，然后就歌队就上来了。好好好好好好，对，还是要大家一起唱歌比较好。对对对，那现在呢，我来唱一首。今天礼拜六，对，今天礼拜六，我们今天把铁花村的铁花爸的酒喝光就好了，可以吗？对啊，大家加油啊！好, 好, 好, 好，我们在这边陪大家，我们又不能干嘛？对对对好，我们刚刚说要唱姐妹嘛，可是有一首姐妹亲爱歌，哎，可以吗？好，姐妹亲爱歌呢，它是来自我的部落，我是来自大巴六九部落的卑南族。那这首歌呢，它是在讲说那个部落里面的少女，还没结婚那种少女，他们去别的部落。捕获别的部落的男人的故事，捕获是用那个小货车吗？是用捕的，发财小发财这样，而且是那种麻袋哦，麻袋那种捕的，真的啦。等一下那个歌词里面你们注意听，因为你们也听不懂，好，所以注意听哦。那个男生的名字叫 Masa， 是不是太高、啊？不会啊，你去之前就是这个 key 啊。真的吗？好像很高。好了好了，我们用你那个 最初的版本啊。对啊，我刚刚唱第一句说。我在那个部落有看到一个男生很帅，我想要把他拿回来。然后姐妹们当然说好好好，我也要去，我也要去，我要去。可他们就在想说要怎么样把他抓回来呢？有人就说我要拿麻袋，我要拿夹子，然后我要过去把你们当作老虎一样捕回来这样子。然后大家在谈论这件事情的过程中呢，就嘻嘻哈哈的，所以有这首歌《姐妹亲爱歌》。
那啊咿呀那诺玛伊。谢谢。刚刚是有人被抓走吗？对，有吼，就是你在展现那个功力的时候，是不是打包的时候的那个功力，打包不小心踢到电线，真打开，对，真打开，哎，赶快看你旁边的人有没有少的，少一个人，然后换有没有少，对，还是换人的，换舒服，有少人吗？还是有多人的？好，这首很可爱的歌跟大家分享，叫做《姐妹亲爱歌》，是的，对，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请那个和音小天使，好不好？对，还是麻烦我们的和音小天使。歌队也要准备喽。对对对，那下面呢，我们就是要来唱这首我们的阿美族语的创作，叫做《马哈拉邓》。然后马哈拉邓是什么意思？你要解释一下吗？马哈拉邓的意思就是深深记得，深深的记得。很多的，其实，在部落里面有很多的传统的记忆，其实原住民。阿美族或者是各个族群，卑南族等等的，其实在以前没有所谓的学校嘛，对，其实都是靠长辈还有哥哥们来教我们很多生活的技能，还有要尊敬长辈啊，或者是等等等等的教育类的这些事情。那其实我们原住民族虽然没有文字，但是我们可以透过我们的语言，还有我们的神话，还有我们的歌曲来把这些传承起来。那我们自己也试着用我们的现在的模式跟方法来去创作歌曲，然后呢，成为以后成为传统歌曲。对，因为以前的人，以前他们的生活就变成我们现在的传统，所以我们现在做的这些事情，搞不好就是变成以后的人的传统啦。对，就这首《马哈拉》那就变成那个传统歌谣。对，等一下我再赖给大家那个歌词的内容哦，大家加油。或者是把你的 AirDrop 打开，我们等一下一起发送。好，好，就为大家带来这首《马哈拉邓》。Uh-huh.
送给大家，那希望大家深深的记得我们，记得我们是发热带。那先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发热带的团员哈，等一下，因为阿美青春歌队的团员比较多，要半个小时介绍，所以比较所以赶快趁现在，我们先介绍我们自己。介绍我们自己，然后我们最右边的是我们的贝斯手，然后也会录音啊，也会弹 keyboard 啊，然后等等乐器他都会哈，然后会喂猫喂狗啊，对，然后什么的。哎，他真的很会喂猫。对对对，他就专门救狗的，救猫的，就是爱心的，很有爱心。然后还有如果需要叫什么领养的，也可以找他。是吗？他的名字叫做是展翼，我是问到了，他会讲吗？我是展翼，耶耶耶。好，那我是发热带的习武，谢谢大家，谢谢。怎么这么简短？然后后面呢，这位被挡到的是他其实也是现在还在念大学，对，然后很多知名艺人都会找他合作，这是金曲奖啊，就像我们知名的发热带才可以聘请到他。对，他的。名字叫做华为，华为也很帅，南王木村拓哉。然后我是大八六九中立体。啊哟！走秀一下，啊呀！没事啦，大家好，我叫小言台，大小的小，语言的言，台湾的台。好那个哦。拍手。没有，因为那个中立体。太前面，没关系。如果你们记不得我叫小烟台的话，就跟我就是叫我大八六九中立体也没关系。对，可以吗？因为前面有冠大八六九啊，所以只有我一个人。好，那现在呢，我们要请我们的歌队的伙伴们一起来到台上，然后我们接下来我们要来唱这首歌曲，叫做《啵啵啵啵啵啵》。这首歌曲非常的不容易哈，因为我们刚刚有讲了，我们其实真的很感谢铁花村，从不管是歌队还是在让台东的音乐人有一个平台来表演，然后给所有的人看，所有人听。来，不是台东人的挥挥手，我看看哦，欢迎你们来台东，啊、你们来到这边就对了。那个对，好对呀、啊，然后真的你们来这边就对了。然后其实铁花村有非常多精彩的表演，然后欢迎大家就是一起来关注，然后甚至关注发热带啊，关注阿美青春歌队啊等等的这些资讯。然后我们也有粉丝专页，你就打发热的发热，热带的热带，发热带，在我们的脸书的粉专就可以。还有我们的阿美族福音青春歌队，你也可以在上面也可以找得到，我们也有设立的青春歌队的粉丝专页。好的，如果有那个活动需要的也可以就是直接打电话给我，过来扫我 QR code， 直接打0972770597。我背对呢，好强哦，我都还背不起来，因为没有人会打自己电话。好，接下来呢就为大家带来这一首啵啵，那我们要请呢我们歌队这一首领唱哈，这一首他领唱的非常好听，他的名字叫做烧骂，来掌声鼓励、yeah. 这一支箭就给你了，这对 先给你用。好，我要过去一点，好好，因为我们的男生比较宽，所以我们过来，我担心你的杯子呢。哦，没关系啦，就是没有的时候你再补一瓶给我就好了。不是，他会那个啊，他会这样。好好，
发什么？哎，专业的，专业的。他不只会领唱，他还会调麦克风架。还想听吗？不想听我们就先回去了，拜拜。好了，我们接下来带来下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哎，哇，他在上班呢。哎。哇，傻哇，不是喇哇哦，是傻哇。傻哇。D， 阿美族的 D。A B C D 的 D 是发那个雷音，然后，啊，好可惜哦。他先上班，他先上班，就让他上班吧。好吧，那这一首就请什么有空吗？啊，我在忙，在忙。在忙，好，那我们就请那个谁，雪刚。可以啊。哦，好，我们请喇外来，小喇外，我们这边有两位喇外，这位是中喇外，就是。看他跟他讲话要抬头的中喇外，然后这位是小喇外，是用年纪来区分哈。如果说那种，好没事。大喇外不是不是不是，我怕等一下会那个回到我身上算了，好好所以弄年纪分就好了。那他为了今天的演出，虽然只是协助发热带，但是他还是一样从哪里？高雄吗？高雄，台南。高雄，高雄回来这样。好，那我们现在就请我们的。小喇外来为我们领唱这一首年轻人喜欢的歌，也是阿美族马兰福音的一个传统歌谣。嗯，谢谢大家来到铁花村来听我们唱歌，谢谢，谢谢大家。祝快乐！哎，有人喊什么？
么啊？啊，还要提醒，还要提醒的。不是，他们还来不及。哦，还没有那个。对对对，他们还在欢呼。所以你要帮忙喊啊，口罩。不是，我看到嘴型。哦哦哦。好，那接下来呢？要唱什么歌呢？我们来带来一首这个大家对于马兰福音比较有印象的这一首叫做《长歌第二首》，也就是亚特兰大，亚特兰，亚特兰大奥运的被运用到的一个主题曲这样。那也因为就是突然被外国的乐团用去了，然后我们才知道说，其实这些歌谣我们要用力的唱，大声的唱，让全世界都知道说，原本这些歌曲。就是在这里的，而不是别人可以轻易的拿走的。所以呢，给我们这一群一起练习、一起学习的这一群比较年轻的朋友们一个热烈的掌声鼓励，好不好？谢谢。就带来我们今天最后一首歌曲，然后因为他们其实很会跳舞啦，嗯，对，看一下，想不想跳舞？你们跳起来好吗？
好，真的、哦，好棒哦！只有在草地那边哦，这边不行动了，只有在草地那边。对，你们等一下去那边跳，好不好？那我们就请那个年纪在歌队里面相较更轻的，好不好？请那边。你干还是维力？你要去草地那边呐、啊？草地那边。有点斜的，回来，大家回来，回来好了啦，在这边跳就好。回家歌啦，因为呢这个包厢时间有限，那我们再会这个会再结合这一首回家歌呢，同时来介绍我们阿美族福音青春歌队的成员。从我们呢看起来呢，就是大家右手边这边哦，来介绍。为大家介绍我们的老外，中老外。
为大家介绍 Rebecca。为大家介绍小喇叭。为大家介绍郭景生。啊，扫骂。好，郭景生就为大家介绍比利。为大家介绍威利。为大家介绍布达。为大家介绍我的左手边帕纳斯。以及我们的大扫把。还有我的最右边的尼克。我们是阿美族福音基层歌队，感谢大家今天来参加发热带今天在铁花村的演出，现场的朋友让我们给铁花村的这里的掌声鼓励好不好，谢谢大家。下课喽！那非常感谢大家今晚的来，那我们发热带的演出就到这边结束啦。